没地方关呀。系统怎么按判定漂移键按的漂移轻重？就是你看你漂移时间按的一个长短呀。这图没有，我最快就跑过五次，就跑过一次。不能光看呀，你看了顶多知道比如说对抗的时候哪个弯需要怎么去弄，你自己要操作呀，你要自己去刷计时的。这个游戏说实话三分啊，不两分看七分啊，八分练，完全靠自己。
没有啊，我一直是四指啊，哪有用五指啊？你从哪里看出来是用的五指的？我就是把单纯的把那个键调小了一点而已，把刹车键往下面移动了一点。对，方向键隔开，然后把刹车键往下面移了一点，那样的话，刹车键去点的时候容易一点。不然以前的话本来手指头就短，那每次都要把胳膊抬起来去点刹车键，就差那么一捏捏。哎呦，我服了，哪冒出来个人啊？哎呀，最近这个起步呀，我真的是要么起步慢，要么就是起步出去两三个弯直接被干掉。第一个弯，那里我反向机制都出来了，那气也没满的。新车，你说油侠没？油侠还没出呢呀，油侠17号才爆料，月底或者7月初才出。我太难了。
哎呀，我估计是不出阿段。感觉这个图比旺跑一零啊，第一圈再快一点，第二圈零四，哎，难，第一圈得跑零五末的蛋。618的那个起源活动，我估计是什么？我估计618，它就是直接告诉你那一个车的一个名字，那个车长什么样子，然后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然后就是玩家点那个活动啊，等新车出来，随机全服抽上那么两三个选手送那个新车。哎呦！我估计是这么一回事。祈愿活动嘛，对不对？许个愿，哎，许愿希望我能拿到这个车，然后等到时候车正式出来，然后从中挑选两三个幸运玩家，把那个车一送，是不是？好像优。这个翼龙，这个飞宠刚出来的时候就有过这个活动是吧？我应该没记错。哎呀，这个带皮，奇游，奇迹的奇，游戏的游，奇游加速器。你直线氮气怎么？我没带那个飞宠啊，我没有带那个飞宠啊。助力补
哎呦我靠，那怎么直接弹过去了？不大啊，就是因为不大，所以说我们都不用。那直线速度快0.1，你那些非带属有属性的人物，你装上了以后，直线速度快个0.1、0.2、0.3，那有啥用吗？太空不难的，其实我也感觉人设比太空难，太空没感觉哪里难，太空难点就 Z 弯嘛。哎呀，矿山那个图也不能说是难，主要是在手游的这个机制下啊，矿山你失误之后是没办法调整的，没办法调整补气的，所以说感觉它难。哎呦喂，这啥呀？就差一点点。韩服现在上不去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好久没上了，半年没上过了，好像都。安慰不易，默默叹气。
游侠还不上不下，没这么快，不要急。拉面嘛，拉面用手工拉出来的，用手拉出来的面好吃，但是你另一个拉出来的那个没吃过，那估计只有你自己吃过。哼，玩文字游戏是吧？我给你全部拆开，给你解释清楚了。我太难了。反了，可恶，被他抓到了，直接给我顶墙上去了。哎呦，我刚挑一件松开了，我操！
不是冲开了，没有按下去。哎呀，出不来呀，带这个。不唱不唱，你唱什么呢？唱跑的这个德行还好意思唱歌。阿凡。这回连的是以太吧，这德刚的礼物是血。掉帧，游戏问题啊，游戏问题。没呀，卡顿还没修复啊。那今天才开始修复，你不会以为他周末的时候修复了吧？
去耍了，就跑吧，跑到11:30就溜，那个反补，反向集气嘛，反向集气肯定要掉一下速的呀。那个图国服肯定能零六啊，他没人刷而已，加速度飞不过去，那不知道，那没有遇到。但最近游戏卡屏是真的。我操你个屁，你下去你就下去吧，你还爬上来给我一下直接踹进去了，我真的是裂开了。哎呦我这真的，刚刚那个人离谱啊！我看眼瞅着他要掉了，哎，我走一下内线，我操！结果他爬上来了，刚刚好给我给嘎掉了。比赛图怎么这种图上不了比赛图的？这图好像端游都没有吧？好像手游原创的是不是？不到11:30吧。端游有吗？哦，哎呀，不跑了，不跑了，就跑到11:30，不去刷了。
跑到11:30下来，再回去下来。刚刚本来是不想把那个人顶一下，把那个人直接顶得不上劲道。冲呀！不画、啊、黑色和白色的黑妞不让我们用，等去比赛服再说吧。每把起步都这样子啊！我操！把直接把把子，不是我带这个飞宠吧，你看我就算起了我也起不过旁边带龙的，然后被夹在中间，我他老给怼到墙上面去起步的时候。
哪有累呀、啊？还好。不唱啊，不唱。什么勾八条子，我真的是服了。哎，眼瞅着好不容易出来了一把，我靠，激动了。这完了。这怎么后面还有个比我还惨？难得出来一下，那太过激动。飞到半空中还没顶下来，我真的是。
玩得不错。靠了个狼呀，哼，带皮活该。买新的水桶就行了呀！啊，不是不是，你买那个龙就可以了。啊，第一圈不是被他带了吗？那第一圈飞到一半被他给我打下来坠机了。阿凡，第一圈打飞机给我打坠机了，我操！居然那个是阿凡呀！买龙就行了。点刹车了，不点我要撞。我好像人了。
哎，下播了，下播了，休息休息。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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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明天再，我没有用加速器啊，这会儿真的没有用。用的话是骑游加速器，骑士的骑游戏的游，骑游啊。要么不用，用的话只用那种。我的妈！我六点就来直播了，那我那直播公告写的是7点到12点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六点按道理来说11点就该下了，然后加班半小时行了。啊，拜拜，明天见，溜了溜了溜了。溜了